深访谈，今天我们谈如何因材施教，让学生可以发挥各自的潜能。昨天呢，政府宣布了一系列的新教育措施，中学教育方面的宣布就包括了：从明年开始，所有中学非直通车课程直接收生计划名额增至百分之二十；明年底前，从中一开始实施科目编班制度；那么后年起呢，附属中学的各个源流需要保留两成的学额给非附属学校的学生。 除此以外，教育部也将推行边做边学的教育模式。公益教育局也将推出新的技术专业文凭。那么，国大也将会推出一个攻读文凭课程，让学生加强专业技能方面的培训。这些新的措施将如何帮助学生发挥他们各自的强项呢？我们很高兴欢迎嘉宾。 欢迎教育部兼贸工部政务次长刘彦玲来到节目当中，刘部长你好,长好，你好，郭亮你好，尤毅你好。是，呃，部长首先呃，请您从广义上来说一下这次教改的核心意义。嗯，那这次教育部的开支预算呢，有两个重点，就是呃多途径、新机遇。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因为要鼓励我们的学生们。 善用学校所提供的更多升学的这个途径，呃，开创更多崭新的机遇，抱着一个终身学习的态度，那这是为什么很重要呢？是因为其实我们察觉到啊、哦，呃，这个科技的发展呢，其实也是一个这个知识更新的一个速度越来越快。 现在你观察各地的这个大学，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更新他们的教学的题材还有内容，所以我们大家要与时俱进哦，是要经常去进修更新我们的知识，呃，扩大我们的知识面，才能跟得上这个科技发展的这个步伐。所以呢，一定要通过不同的途径去发现自己感兴趣的地方，然后继续提升自己。 呃，开创更美好的一个前程。是，当然这次的宣布相当的仔细，包含的内容很多、哦。是。那我们现在呢来切切的了解。首先，我们谈谈这个中学录取的新标准。从明年开始呢，所有中学的非直通车课程通过直接收生计划，就是简称的 DSA，录取学生的比例呢，一律是增加到百分之二十是的，是的。为什么会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调整呢？其实这样的一个调整呢，是和我刚才讲到这个重点是息息相关的。嗯、因为要调整到每间学 校都百分之二十呢，就是意味着要为我们学生们提供更多这个升学的这个途径，好让我们的学生，尤其是他们，呃，有一些特殊的才华还有能力，能申请进入、呃、适合他们的中学，能好好的培养他们的兴趣和特长。<对>那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郭亮，你也是父亲，很多家长应该都会同意我们的说法，每个孩子就算是孪生兄弟都不一样，他们也有着不同的兴趣和特长。 那如果孩子想这个发展的方向和学校想培养的一个对象，我们能把它衔接起来呢？这就是我们这个直接瘦生计划要达到的一个成效。那在学校的这个专长课程培育下呢，希望能发挥我们孩子们的强项、专长，还有他们的潜能。希望他们毕业后呢，能从事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工作，这样呢，才真正能。 呃，愉快的终身学习，我觉得以这样的一个方程式呢，这孩子呢长大后呢，他真的是能呃创造很多崭新的机遇。嗯，是。那另外一个比较大的调整啊，就是中学直接招生计划的这个呃遴选方式新的调整，明年起报读的学生不用再参加综合学术能力测试。据我所知，呃，这么多年来这个所谓 GAT 的测试是很多学校的校长或者。 在关注这个学生比较重要的一个考量点，<是>为什么这次要取消掉呢？那其实我刚才讲到这个直接招生计划哦，它的这个重点就是要肯定我们孩子们有没有特殊的这个才华或者这个能力，可能舞蹈、象棋、滑跃、音乐等等等。嗯、那这些才华呢，其实你是要通过一些比较针对性的方式来测试，而不是要用一个很整体学术能力的测试来辩论的。嗯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缘故，觉得我们觉得要做一个更新。所以以我们现在看到说，在学术跟其他才华方面的一个比重重心的改变哦，这样会不会让人觉得说，可能家里比较有足够资源的家庭的孩子就会占一个优势，他可以上电脑班、篮球课、游泳课，学不同的才华等等。<laughs> 其实从某个程度来说呢，孩子有没有？ 呃，特殊的才华或能力哦，嗯、我觉得是与生俱来的、嗯、哦。如果这孩子万一是没有这一方面的这个才华呢，呃，去上很多补习班啊，呃，去很多辅助的这个课程呢，他也未必能具有这一方面的才华哦。而且可能这孩子可能很不愉快，嗯、呃，所以我觉得我们觉得关键呢是家长，家长希望能关。 观察一下这孩子哪一方面有兴趣，啊、嗯呃，那一方面有兴趣的话，觉得，呃，可能多一段日子呢，他就会，啊、呃，在这方面呢有特别的这个强项、才华还有能力。希望家长可以鼓励孩子们往那一方面去发展，而且给他们大力的支持。嗯、所以呢，我们去年教育部呢就印刷了这个新的一个刊物，给予我们家长们，这个是培育梦想。 引导我们孩子们光明的前程，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刊物，就是希望我们的家长陪同孩子聊一聊，看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强项，还有兴趣。希望我们的家长们引导孩子们呢，在他们教育还有这个职业这方面呢，做出明智的选择。 的确，因为我发现很多时候，可能小孩子讲说：“哎、欸，我喜欢画画，我喜欢音乐。”可是父母对此一窍不通，不知道从何帮起、嗯、是的，是的。所以从这个当中，大家就可以知道说：“哦，那这个谈话要怎么进行？”是的，有一个切入点。是，嗯，是。那另外呢，在这个高等教育部分也有一些改变啊。刚刚我们提到，公益教育局推出新的技术专业文凭。 嗯，那么另外呢，这个国大也将推出呃边做边学这样的教育模式，嗯、是，那这两个重大的改变意义在哪里？其实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元素啊，就是有一个半工半读的企业实习工作的部分。嗯，那这么做呢，是希望可以鼓励我们的学生们呢，呃，不管是在公益教育学院还是在大学。 在读书的时候呢，找些机会去工作，能掌握一些非常有实用的一个技能。这些技能呢，能让他们在未来的事业可以用上。那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公益教育学院这一块呢，呃，我们具有这个技能创前程的在职培训计划下啊，呃、嗯，能让我们的学生们呢，能以半工半读的一个形式来培育他们今生的技能。那希望他们。 呃，过一段日子呢，能通过他们技能的提升，毕业后呢，就可以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领域肩负重任。是，呃，不过有呃，这个听起来哈、啊，似乎是一个呃不错的一个选项，嗯、但实际操作中，他找工作还是，这个就是学校配对哦，学校配对，跟学校安排好的情况下，对,对，我们金生局会和这个公益教育学院。 还有个别的大学哦，尽量的去配合。那这一块呢，公益教育学院呢，其实有几个行业已经是报名要加入了，哦、呃，就是机械，还有这个电器服务，啊、呃，还有医疗，呃，康疗。 啊、呃，还有这一有一些是海洋跟海洋工程等等等，那这个新加坡理工大学还有新月大学这一方面呢，他们就有这个半工半读的文凭课程。嗯，哎，这一方面呢是好让想选修一些技术有关课程的学生，可以让他们多一点选择。而且其实这些大学生呢，看可以用一个混合的方式，除了上课以外呢，能到这个企业或者是政府单位哈去工作。 也是掌握一些很实用的这个技能哦，所以他不见得是一个假期的实习期，是他不是？可以，他可能是对，他可能呃，设计上呢，可能是这个月是上学，然后下一个月继续工作，或者是这个星期上学，下个月是工作，嗯，可是他的内容都是衔接的，哇，那很完美，所以相当灵活。而据我所知，呃，他的学生可以是在毕业之后马上，呃，修读这个文凭，也可以工作几年之后再申请，是的，是的，很有灵活性。所以就是希望大家。 呃，就是不要担心，不要马上把书念完，嗯、就要了解自己的长项。 嗯，的确，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哦，这个教育本身是一个非常长远的事业。嗯、那现在看到说各项改动也是更希望可以更好的衔接跟这个市场最新的脉动同步。对，那我们现在看到说这整个改变最重要的，是能够营造一个什么方向的学习环境来培育我们的下一代？嗯、我们教育部呢是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改良呢，能营造一个就是多元化、包容性。 还有让我们的孩子们终身学习的一个良好大环境，为未来经济做好准备。那我最近看了一则宣传，其实是新传媒，呃，主办的一个讲座的宣传。这个宣传呢是呃谈到这个世界这个经济论坛哦，它推出一个研究报告说，二零二零年呢有五百万的工作将会消失，嗯、而且百分之六十五的小学生呢以后从事的工作是现在没有。 你现在还没发明的工作，这个可能我们听起来有点悲观，可是我们觉得也不需要悲观。我们觉得应该用怎么样一个态度去应对呢？是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可以乐于学习，要勇于创新，勇于去掌握，还有常识，而且要抱着一个不屈不挠的一个精神。那只要抱着一个终身学习，通过不同途径啊，去发现自己的强项还有兴趣呢，提升自己，就能呢。 哎，创、呃、造更多崭新的机遇。是，呃，如此说来，有关方面的这个前瞻性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哈。谢谢刘部长来的解说。谢谢。谢谢。谢谢观众朋友，呃，明天的十分访谈呢，我们将针对中学直接收生计划调整做更加深入的探讨。好，当然，针对今天的话题，如果您有任何的想法，希望可以分享的话，非常欢迎您到师城有约的面部网页留言。好，回来第二段新闻内容，不要走开。稍后见。